我在警队做拆弹专家的时候，处理过几百单的爆炸品事件。面对不同的炸弹，最重要的是勇气。因为我相信自己，我才可以开一间自己的车公司。如果连你自己都看不起你自己的话，哪人看得起你？无论条路几难行，都一定要记住两个字，坚持。坚持你的梦想，不要放弃。上成武功，从苦练，做事持之以恒，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不要问为什么，要问怎么做。我和阿白鸽和鹦鹉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和培养感情，才可以这么顺利表演。 JCI Hong Kong 十大杰出青年选举2018，杰出就是撑得起。